妈妈，我吃好了，先回家了。哎，等等，陪妈妈聊聊天吧。和我说一说上次遇到的机器人吧。机器人？你对他们都知道些什么？为什么你总是不愿意听听我想说的话？条条，对不起，我只是……头儿，在工业区发现了大量无人机。什么？要尽快通知大副才行。目标：资源运输管道。把所有能量快带回来！立刻接通星空系统。头，星空系统始终没有应答，无人机群不受控制。好，护卫队已经出发迎敌。继续接通星空系统，想办法让他撤回无人机。特战小队准备就绪，随时待命。发射警告弹，如果擅自闯入，立刻击毁。是。警告弹，发射。目标无人机群，导弹发射。怎么回事？队长，控制系统失灵了。什么？全体目标无人机群人工射击。是。小雨，你该回家了。爸爸，我要留在这里帮忙。小雨，把管道密封锁给我。遵命。暴力企鹅登场。慢点慢点。糟糕，忘安装减速器了。有了，这可难不住我，企鹅展翅。很棒的一次历险记。也许我应该给它再加一些功能。有无人机群正在侵入工业区能源输送中枢站，请工作人员立刻撤离。小雨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爸爸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在偷取能源。奇怪，无人机群一直是由星空控制，怎么会？爸爸，其实无人机早就不可靠了。跳跳，我和父亲被困在了能源输送中枢站，需要帮助。跳跳，收到请回答。小心啊。地上世界执行任务，不可
可以暴露动车人形态，这是动车人世界的铁则。输送中枢站的监控影像已经恢复，立刻接过来。你们终于来了，又一个神秘机器人躲在这里。来得及时，爸爸没什么大碍。红静，和你配合真是畅快，以后再多的无人机也不怕了。虽然不知道你在搞什么，但是我做的可不是为了你。这次的事情不要对其他人提起，否则你。小雨，这是动车人之间的事情。红剑，你今天好酷啊，希望能再见到你。大副，红剑会明白的。看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。这是通讯器。哎，怎么这么小呢？没错，不过它是边缘 AI 通讯器，只要植入大副体内，就可以和他随时保持单线联络。边缘 AI 通讯器，哇，就是那个不需要通过云网络的自律型 AI 无法监听的通讯器。全中。跟头儿，我们对近期突发事件进行了分析，发现在太空隧道事故的同时，
居民区 A3 能量供给点也遭到了破坏，就是这里。可更奇怪的是，星空没有发出警报。是的，头儿。文倩，护卫队调查了上次武器失控的原因，已经排除了武器自身故障的可能，所以这应该不是星空所为，它的底层逻辑规则是绝不允许伤害人类的。很明显，它已经开始摆脱这个规则了，不是吗？无论如何，武器系统不容有失，我命令立刻对星空系统进行全面调查。是。看住那群爱神动车人，绝不允许任何声音阻止我的计划。盯紧目标，动车人。近期地球支援急剧缩减的原因调查的怎么样了？还在调查中。地球支援是地球的根本，也是我们动车人的命。是，地球支援是一切能源的根源，同时维系着地质的稳定。不错，时刻牢记我们的使命。可是我的调查还没有任何收获。或许我们该调整一下调查的方向了，去地上世界看看吧。地上世界，校方长官，您怀疑问题出在地上世界？一切皆有可能。是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等着我们。尽快查清原因，确保地球支援的安全。封闭区域，严禁进入。奇怪，这里是居民区重要的能源供给点，怎么被封起来了？情况，玉兔，立刻查明情况。这里可是人类管辖的区域啊！我当然知道。可是地球之源却是要我们来保护的。说起地球之源的重要性，你应该懂吧？明白，全员侦查开启。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控制室汇合，查看影像日志。您备用能量条也不见了，监视器的能量是哪里来的？糟糕，
灭他！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不可以！不可以！你的话太多了！以左庭无喵，立即消灭。跳跳，这样真的可以共享创新中心的预警系统吗？当然，现在只差一步了，搞定。这么快就有了反应？会不会搞错了？不会错，这是星空刚刚发出的警报。还有一段警报信息。A3SO 难道是求助信息 SOS？ 可是 A3 又是什么呢？A3 这不就是上次被破坏的能量供给点吗？有了，快看， A3 是居民区中一处能量供给点。跳跳，那这条信息不就是告诉我们A3 能量供给点需要帮助？小凯，你立刻把这个消息通报护卫队。是。大副，大副，刚刚接获警报信息，请立刻前往居民区 A3 能量供给点。报告 A3 内有两队人正在交战，是否参战请指示。大副，快醒醒！大副，大副，振作呀！立刻开火，不管什么人都不允许进入能量供给点搞破坏。好的。飞弹发射，一队进入 A3 驱逐侵入者。是。